同声开口哈。好，我们继续针对南山绿再加贝兰，是我们今天是南山绿再加贝兰中体篇，中体篇第十二页，第十二页哈。好，我们同声开口啊，第四项。优劣有之，云：优劣中，优极甚也。前后并当论别脱，世间道病，还欲兑现别脱丰盛。别脱别解脱界，处处解脱目叉界。依受戒之做法而受者，定定共戒，禅戒与禅定共生，道道共戒，无漏戒。与无肉之共生，皆随心而发。世超云：佛若云，无他界。佛在世有十现目证，常无肉界，一切只有耳目叉通情非情，宽不言甚，与二取景，狭不不如。不如三目叉从慈心发故甚，能为佛道作因。是目叉戒者，被习之众，造续三圣三宝三道，住持功强，于二无能，故列五目叉戒者为佛弟子有，于禅戒者外道亦有。知此是云：多论五种，初始二净三性四空五人，初始虚常者，以目叉虚佛出世，自方有故。于二众非佛出，亦有得定正道之者，故常有也。二净中，目叉遮性通净，于二但止性恶。三曰心者，持极大心，故是佛因论云：禅无漏戒，不以持心得，未从智得，此专自利，即恶圣心，业可知也。是明公有二：一色身广，被欺众故；二住持顺，招续等故。住持中三种，并以招续自贯之。初所成法，二即所住境，三未所成果，五曰人中外道无无漏戒，故但举禅成。以彼意得无色定故，以上皆见《世钞集》卷十五。好，我们先来将前面你们哈用最简单的方式先来分享哈，我们再继续再听那个律师的读经。好，我们现在先请这个广厚法师，嘿，针对着这个约以列的有意，好，慢慢对这个文言文的这个解读的方式哈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目前理解就是说，有就是支持云，他就说，就是讲到有别解脱戒、和定共戒跟道共戒。嗯。然后它里面有讲到一些，就是他们的，就是不同的那个之处，就是然后还有，就是介绍一些第一章，但是因为文言我没有到。好，下一位还来，请广法师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现在就是在第四项，就是在辨别这个戒的这个优跟劣的差异。那优就是比较好胜的嘛，那它主要戒就是三个嘛，一个别解脱戒，别解脱戒也就是叫处处解脱戒，那又叫做目叉戒。那这定呢，就是定共戒，就是禅戒。那道呢，就是道共戒，也就是无漏戒。那这个别解脱戒呢，它就是因为我们去受戒啊，然后有这样子做法，有一个心发起来，然后得到一个戒体。那这个定共戒呢，还有这个道共戒，它就是定共戒，它就跟禅定一起产生出来的一种定。那道共戒呢，它就是因为手持的这个无漏智产生出来的，它都是因为这个心意而来开发出来，而有这个这样子的戒的。那这个世超说呢，娑婆说这个目叉戒就是别腿头戒，它是因为佛啊他在世，所以他因为佛在世很稀有的缘故，然后他才有这样子有这样子的戒律而产。那禅戒
界呢，它就是跟禅定一起的，它是跟心来发起的。那木叉它通木叉界，它是片十方法界的，它是在我们受界是圆这个有情跟无情的，所以它的境界是非常的宽广，片十方法界的，所以说它是一个它的优劣的，它的胜处是在这个地方。那其他的是因为它的狭隘，因为它的心它是发在哪里我们不知道，所以因为它没有像这个木叉界呢，它这个发起广大的这个心这么大，所以它是比较劣的哈。那木叉它是因为木叉界呢，它是因为我们愿修一切善，四断一切恶，四度一切众生，所以它因为这样子的胜，这样子的慈心呢、啊、发起来，所以它是这个比较胜的。那是因为它可以做这个成佛的因。那木叉界呢，它又可以加披，就是加披七众，就是比丘、比丘尼、又婆塞、又婆夷嘛这些。那它能够延续这个三宝。就是佛法僧三宝三道，那他住持呢，就是能够让这个世间住持的这个法的力量住持在世间，他的功用又比较强。但是定供戒啊，还有这个刀供戒，他并没有这样子的功能，所以他又属于比较劣势的。而且这个木叉戒啊，它是只有我们这个皈依三宝，就是佛弟子有的，其余的外道啊，比如说外道他们也会修禅定。可是他们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戒律，所以这只是说多路它有五种，就是说讲的这个初始啊、境界啊、心啊、功还有人啊，都是因为不是，就是因为一开始呢是因为佛出世它很稀有，它不是常常会有的，但是有这样子的戒的必须要有佛出世它才能够有哦，所以它是有一个制定的这个方法。所以其他两种呢，它比如佛没有出世，没有这样子的，它只是你要有一个定或者是一个道供戒呢，你只要有心去禅定，它也会，它是很常常可以有的，像很多外道他自己也是可以静坐啦什么的，不需要佛出生，所以它在这个过程里面是很常有，不是很稀有的。那这个境界当中呢，那个木叉戒它就是它有遮罪跟性戒，但是它这个两个都是只是就是可以防非止恶的。那在心从心来讲的话呢，这个慈悲就是说它是属于一个佛的心啊，所以它的心是大的。但是禅无漏见呢，它没有，它不是不需要用这个慈心的，它是从这个智德的，那是比较属于修自己啦，那是二乘心的，那不是像佛一样它就是要能够自利利他嘛。那第四个就是说以功用来讲的话呢，它是可以收摄这个众生的，它可以加披众七众弟子啊，然后以住持来说的话呢，它就是可以少龙，它就可以把这个法一代一代的这样子传授出去。那第三个就是说它也可以，就是它可以住在这个境界里面。第四个就是说它所成的这个果是成了一个佛的因，成佛的因。那这个它也是在受戒，就是人啊可以去受戒而已，这样外道呢没有这种无漏戒，所以虽然只是举的这个禅戒而已，但是它也是从这个得到，只能得到这个色啊无色界定，这到这里而已。所以这里总的来讲的话呢，这个别且多戒它是非常的殊胜的。阿弥陀佛。好，来，我们现在请那个广法师阿弥陀佛。这边就是支持云跟我们介绍，就是优劣优跟劣哈。那优就是说我们去看优跟劣他们的对比差别在哪里哈。那就是比如说别解脱戒，就是我们告诉我们是处处解脱的意思。处处解脱呢如何在日常生活上能够呈现出来哈。那这个呢木叉戒就是依我们受戒做法而得而受的，就是说我们受戒的时候我们刚开始我们会有三皈五戒，再来呢八关斋戒，再来呢十戒，再来就是三密尼的十戒，再来是四叉摩那的二九二，再来是我们比丘尼的三四八，再来是比丘的二五五。好，所以呢它这个木叉戒是有次第的，那有次第的呢
还有看我们在受戒的当下，我们发的心是就是自利利他，还是呢扩及遍及一切众生哈、如同地藏菩萨所说的哈第一是不空，是不成佛哈、所以呢那个心，我们所发的心就跟我们的戒体的宽广哈、就是一样的哈、那再来呢这个共戒就是我们禅定，禅定呢其实他们也会禅定跟道道共戒，那也道共戒也是无漏戒，然后呢他这个是随他的当下的一个心去所发的戒哈、那别谢脱戒这个木叉戒就是依佛的次第所受的戒而得到戒体，所以呢这里是非常非常殊胜的。那为什么在研究当中也希望能够回到自身，将佛法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一个是真正的是在正等正觉了哈，所以呢我们就是以一个觉悟者的一个方法来受持哈、来受持。那目前就是说慢慢我们借由这个方法之后呢就像我们在家还有出家都能够受益。同时我们在佛法僧这个三宝慢慢的去理解之后呢，我们就会慢慢的成我们的圣果了哈。所以呢这里呢木叉戒呢就是只有佛弟子有哈。那其余的就是禅定的戒啦，外道也有，但也就是他们在修行中呢就是也会得到定，但是呢其实我们谈到这个地方继续深入来研究看。